嘉鱼妹，最近是正泛滥的潮水，今天准备在这边一片养殖场这边，外围这边，它那边今天在开闸门，水哗啦啦的往外流，好急呀、啊！走走走，我们赶海去。我得爬出来了，是一条黑鲷，它这边全部都走散了，应该有抓到什么东西攻击我。看这鳃好红啊，新鲜的，这可以吃的，这可以吃的。送我第一条波士顿大龙虾，波士顿大龙虾的小幼崽，开玩笑开玩笑，这个就是我们这边的一种小龙虾，这种的啊。它下面有好多宝宝啊，你看好多小宝宝，那这个就不招惹它了。感觉也是没啥动静，好多小白虾呀，难怪它这里面一直在动，有水波纹，好多好多的小白虾。看到了，在那，我看到了它那个立起来的尾巴，嗯，应该是这样。哦，在，去哪？你们别呀，别跑了呀！在这，它头钻到这洞里面去了，我握住它尾巴了，哦。挣扎了，哇，大红鲤啊，大红鲤，我还以为有七八斤，这顶多三四斤吧。哎呦，别动了，求你了，我回去一定给你来个痛快。它这种野生的，你看就会比较红一点。看来是今天开大闸门，这边腥味重引来的。哇，这应该是刚刚抓它的时候，它撞击石头那样，血都冒出来了。它身上挺多伤口的那样。哦，还想借我一身水，看看这里面还有没有。看来应该刚刚抓到那条就是看到的那一条。坐不稳，它这里面都是水，它那里面水坑看着不是很深的样子，踩下去你看全部都是水，脚都快泡白了，洗白白一下。黑鲷挺新鲜的，这一条还可以，这一条感觉八九两吧，八九两应该是有的。然后这一条大红鲤，哇，好凶啊，这一条轻点拖，我怕它再来给我溅一身水啊。发财了，上红。红鱼很好吃啊，肉很多，然后你做法做得好的话，它肉就不会很柴，会嫩，最美味了。我这个洗回去了。这个今天抓的那个红鱼还有捡的黑鲷，现在放那边留我妈处理。拜拜了，我要去清洗一下自己了。